大家好，我是街头运动的朋友，来帮助社寮会来选里长。好朋友，情义相挺，情义相挺，希望台湾会更好，台湾要更好，请选事事如意四号廖慧里长陈福里，拜托拜托。我们是真心义工，完全免费，完全为正义而战。那他代表正义吗？廖慧代表正义吗？是当然当然，绝对是街头的义工，为台湾的民主奋斗。廖慧有什么好功来听啊听？这个正义。正义的力量出来，才能够帮助我们的社会更公平正义。那廖慧讲一下，廖慧为什么值得你为他这样跑步？廖慧他十几年前就在这个陈府里住了三十年了，这个做公都盟的义工，做蔡丁贵那边的义工，318以后他上网结交了很多朋友，然后他之前就在这边。这个学校做导护妈妈也是台语老师，她很热心，有心来帮助我们里本里陈府里发展，我们觉得她很可取啊，所以我们就是自愿来帮她的忙，希望我们台湾有更好的前途，祝福台湾。那你自己呢？你也是陈府里？我退休了，我不是。我住在三重，每星期三来帮他顾他的店，他的竞选总部没有人，他出来拜访，带人出来拜访，今天下午我们就帮他来宣传，这位先生呢？这位先生，你大名叫做啥？你嘛是住，你嘛无住伫遮哦。我住信义区。你住信义区，你也是情义相挺哦。对。你怎么认识他的？也是街头运动。在立法院那附近。哦，你在立法院认识他。立法院附近那边。然后你认为他应该不错是吗？也不错，很有理想，热情的。讲一个事情来说，他怎么热情法？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感动？公都盟嘛，就金牌的老那金牌的义工，金牌的义工。那你们两个都是公都盟义工咯？我不是。哦，你们不是，你是吗？我不是。我们官马志工，官以前2006年的官马志工认识。2006年。哦，这么久啦，八年前的呢。对，没错，2006年。什么叫官马志工？红三军的时候，我们在台北市政府那边，抗议，认识。到现在我们还是作为，他可以做我的孙子啊。差我三十几岁。这个年轻人也有热心出来奉献。道郎为了台湾的前途来走街头。抗议不公不义的事情啊！你看到什么事情是不公不义的？讲一件就好，最大的。最大的，比如说这个外加顶薪，害死我们这个台湾人太多了。我认为要追杀外加，还要枪毙外加兄弟，太多人因为他们而死亡了。大家只是说球场还不够，要把他们灭绝。这种东西才可以提升我们台湾的食安，大家有警惕，不会像现在，他只是用钱赔偿以后，他以后还可以作恶，也继续为恶。我们只要把他追杀、枪毙掉，大家都会警惕，这食安的安全会更安全，我们台湾会更好。那现在不是说只有魏应初有问题吗？其他三兄弟都没问题吗？那你怎么可以把其他三个也抓起来？他们不可分割啊，他们只是一个代表，他们四兄弟都是同样为恶，那些没有关系，他们钱太多了，
人不需要钱太多，够用就好了。从我们同胞里面赚来的钱，应该要回馈给我们所有的同胞。你钱那么多，你不做好事情，你存了几百亿，越来越多，但是穷人越来越穷。那现在政府只关那魏应聪一个，其他三个都认为没关系啊。那是政府包庇，这种政府就是要把它推翻掉。我们要的是正义，我们是要台湾所有2300万人的正义。我们好多人是因为吃了那个黑心油，得到癌症，得到肿瘤。但是法院也不认为他其他三个人，那三个人没关系啊。法院他们也是勾结，他们都是权贵，一样都是权贵，都是在勾结互串勾串。哦，这样我不相信，看太多了。所以这法院是认为是没关系嘛，只有一个人有关系呢。法院是几个法官，三个法官就可以决定你的生死，这是一个错误的，因为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人，黑心的法官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相信他们？怎么可以任由他们乱搞？所以我们要有人家说外国也是一样，要有那个陪审团制，才有要多人来。公平审判这样三个法官，甚至一个法官他就可以决定你的有钱判生，无钱判死，就是很不公平，没有公平正义，必须要改革，要改革，我们社会才会更好，我们子孙才能够得到公平正义啊，圣洁选举可以造福子孙圣洁选举是不是所以你是基督徒啊？不是，这圣洁的选举啊，这都是适用在全世界了解圣洁的选举可以建立国家好，建立一个好国家，选举越来越公正，越来这社会会更越来越公正。好的，圣洁选举，我们可以子孙得福啊。好的，好，谢谢。